1989或者1991年算不冷战结束，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误判，同时也是很欧洲的、很西方的一个概念啊。因为他们通常理解的冷战就是两个阵营，一边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之间的对垒。随着1991年苏联帝国的崩溃，他们就宣告这个冷战结束了。但是刚才已经讲过那个定义，如果把这个冷战定义成民主阵营跟共产阵营的对垒，怎么会苏联崩溃了它就结束了呢？你中国这个共产帝国还在，对不对？而且是有时候开玩笑，我说这个西方人一个很低级的误解误会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不是麦老，在座的都岁数比较大熟了，香港人、香港学生不明白之外，其实从50年代开始，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共产阵营里头最凶恶的、最凶狠的国家是中国，而不是苏联。苏联是已经从良、开始从良的共产国家，也是中国攻击他修正主义，他们已经开始要跟西方和平共处，要跟西方做很多妥协，也在苏联本身解冻，开始做很多改革变革。而中国是最凶恶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可是西方的误解就是跟最凶恶的共产党政权联手起来去打击那个已经从良或者开始从良的共产党政权。你看这个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很大的一个误区，这也是从大范围上讲，也是中共在苏联崩溃之后之所以现在不仅长存下来而且发展的这么厉害，国力增长这么大，跟这个西方的这个误判关系非常大。没有国际资产阶级，没有国际社会跟中国的联盟，他们用的是 engage。 应该讲很多人都记得这个刘根燕89之后是共产党大概就活2-3年，如果美国西方不伸出这个支援的手去把他当成盟友，就还记着原来的仇怨，就是把中国当成盟友去打苏联，中国走不出那个困境，更不要说他现在发展的这么强大。用我那个概念，就是跟以苏联为首的、以苏联为大本营的内是冷战，是第一次冷战。所以苏联崩溃之后，从1992年开始，那就是进入第二次冷战，只是换了一个对象，就是民主阵营换了一个对象，而且这个对象是更加狡猾、更加凶恶的一个共产政权。西方可能比较有本事，晚阴的一个西方政权，从现在看来玩不赢、玩不过，需要再做周围的帮忙。如果我们不帮他一手，他玩不过，也是个晚阴的。但是这个冷战，不管是第一次冷战、第二次冷战，其实我上面列出来就是这个有5个层面，台湾朋友叫5个面向，英文里面就是读的 dimension。2016年之前，主要是暗斗，就是晚阴的。现在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是由这个暗斗变成明争，
可是这个明争的这个级别很低，我这是上面列的，其实放在最头的是属于冷战的最底部，就是属于经济贸易方面的。我在谈第二次冷战之后，如果跟第一次冷战也同时做一个比较，在经贸方面，在第一次冷战，它是两军对垒，两个阵营基本上不做交易，不往来的，所以不是要去谈判，对不对？刚刚又签什么约，跟我就是你说我根本就不做生意。那现在 Trump 打的是属于冷战里头最外围、最边缘的一块，就是生意，谈生意、做生意，你多一点，我少一点。但是这从冷战这个概念上讲，是一个最外围的一块。那第二块就是这个科技这一块，其科技跟经济、经贸当然联系也非常密切，但还有军事科技那一边。现在就是我们在外边，在澳大利亚还感觉到说5G 技术，就是这个 IT 技术这一块、信息技术这一块。现在我们时代定义成信息时代，这是高科技核心技术者。如果西方世界真的在这个地方下手很狠，中共会非常难受，因为这个虽然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核心技术不在中共手上，即使他山寨或者讲个是叫偷了很多，国内叫山寨，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拿到手上，它基本上只是拿到一些皮毛，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我用那个国防大学用那个电影，就是较量无声，就是因为冷战本身之所以跟热战细分开来，它本来就是军事上的竞争。但是它是排除了主要政权、主要国家的全面的军事交火，当然打了很多代理人战争，就是在第一次冷战时期，在越南啊，在很多地方都打了代理人战争，就是但主要国家就是差一点点打起来，就是原来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但是美国跟苏联都没有正面交手，但是这个军事的这个竞争一直存在，所以要从军事上看，那个两个冷战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停止，没有一天能停止下来，就是这种无声的较量，最迷惑人的，也是最麻烦的地缘政治。我们刚才吃饭时候还讲的西方白左。西方北左在这地方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中美之间的竞争把它看成是地缘政治，就两国争霸、中美争霸，甚至于我在我的学界里头一大堆历史学家里面在谈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啊，这个一个守城的大国跟一个新兴的大国之间他们的较量，都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都是这个地缘政治，包括这个习近平告诉奥巴马，太平洋够大，你管那边，我管这一边，就把这个原来是后面最讲的最应该最核心的冷战是两种制度的对垒，两种价值体系的对垒，把它虚解成地缘政治，这是中共最需要的，而中共更好是利用这种东西来去煽动国内的愤心小粉红，你中国起来了看不惯，不想让我们强大，所以要采取所有设施把我们压下来，这是他们的一个英语叫 narrative， 就是他们的一个叙述方式，而这种叙述方式给中国的小粉红愤青们提供一个
他们认为治下的一个说法，然后就把他们绑上战车，同时也给这些世界上的白种，特别是欧洲执行这个相对偏一左方面的啊，要全球化，要讲社会民主主义的那批人，也是用这个框架来去理解中美之争。所以昨天我们在悉尼集会之后还在讲这个，我还跟大家讲这个事，就很多人都在骂川普，什么这个这时候变成软骨头要签这个协议。但是川普的最大的苦衷就是美国这么多年来对专制政权又输钱又输人去打架，为大家打架，但是后边都被这些白左们指着这两股来骂，你在侵略，你在打谁又打谁，又在审罚。但美国看来是实力不好考，我花那么多人命，花那么多钱，是为你们做好事，来维持世界秩序，当国际警察，结果得不到任何回报，然后你们整天骂骂东骂西，怎么都不对。你如果不参与，就是说你很自私，你怎么对方出问题，你怎么不参与啊？如果你参与进去，你又不通过我们同意，不通过联合国，你自己这个单边主义胡来，破坏国际秩序。包括目前的贸易战，白左也是这样看，你就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你美国的利益，然后去搞这个贸易战，提高经济壁垒，然后把我们跟着一起受伤。但是前提是在美国做所有这几十年冷战过来之后，美国承担最大的代价，其他国家都是搭便车，你把条件谈下来，把这个环境创造出来，大家有钱一起挣。但是要让他们出钱之后，包括是刚刚看北约开会之后，他们大家都不想出钱，就是你这个兵你得派，事情死人你得死，但是他要出几个纸是一个钱都不要，而且还站着道德高地，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自由贸易，这个唱高调，就是这个是从这个地方上理解，就川普为什么有时候他不得不退选，我哪怕跟中国单挑，我不陪你们玩了，我自己玩。所以这个是一个他有很多这个自己的一个困境，一些难处，当然有这个地缘政治那一面，但是不能把它扩大，就是里面我们就是从我的角度，最好是把它放在一个大框架，把一个第二次冷战这个框架上来去理解它。而正好是从这个框架去理解，可以理解这个香港目前的民运，香港目前的这个流水革命，就是冷战的最核心部位，争民主争自由，绝对不认同中国那一套，就是一国一两制，很清楚我们要经手的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套制度，不能给中共把它吃掉，试试看位，就是狼潮，英语讲 we born together， 可以通过意见，但是绝不投降。就是他这个阵营是很模糊的，他不是很清晰的对垒，就是要真正要把控这个整个大势，去采取比较好的策略不容易，因为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壁垒森林，也跟第二次冷战一样，它是缠斗，它就缠在一块，不是说你是你，我就是这个我们就决战，我们玩命。所以你要看这个从民主大同盟这一块，当然争议很多的就是这个合理非这一派跟这个勇武派啊，在现在在前线作战的，但是在背后在支持他们的这个泛民，这个范围太广了，因为香港是一个公民社会极端发达的一个国家，
就一个地区现在将来有可能变国家啊。所有这些政党也是注册成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公司，是根据这个团体法和公司法来注册的。所以香港的政党现在你要认真起来有一两百个啊，这个我们讲的泛民派这里面这个色彩非常繁杂在里头，就是里头是很多人在讲说这个运动领袖是谁，因为他这个涉及的面太广，要让大家都服气的这个领袖真不容易。其实他们这个是香港人做的极端成功，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目标在地方，大家联手起来去对那个敌方作战，但是内部的各种分歧搁置，不割席搁置，不搞内部的这个争议，共同面对那个熊凶极恶的共同敌人。所以这个阵营里头在做，但是我把这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我整天讲我们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 OK， 包括海外民运在内都属于这个大阵营里头。但是这是我们在外边观察之后就大失所望，就是中国国内的自由派还有原来一些我们认为民主派，很多人都上了中共的战车来指控香港的抗议者，特别是去帮着中共来去抹黑这个勇武派暴徒，非常可悲。一原来我们一直在想着中国国内没有一个口回撕裂，然后是把这个火往北京烧，好不容易这个高大哥讲那个 KKR 在香港飞起来了，个灰犀牛也闯出来了，大陆的这么多人不但不去支持，反过头来跟政府站在一边来去指控抹黑，非常可悲。就这些奴才或者叫国内叫太监，就是你香港人来跟这个专制者做这个做斗争，打乱了他们这个当太监的这个秩序啊，让他们这个想做当奴才而不得。你要起来是这点上讲，就是啊，讲是道德修养也好，讲这个政治智慧也好，我摇头摇了好几个月了。川普美国介入，在目前为止，主要噪音点还是从经济方面介入，力度远远不够。如果大家关心我那个以前的言论，包括我做的视频，在彭斯那个副总统演讲之后，全世界都很高兴，都支持。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远远不够，就是我会做冷战宣言，远远不够，就是他还留着后路，还是要做生意，现在也出点问题了，要解决好。你知道，川普他本身一开始香港起来之后，他说这是你们家务事，你们自己去谈，你们自己解决，不关我的事，可以袖手旁观。只是那边的，就是他国内的一些有政治远见的人，特别是一些公务员、国务院系统，其实想迫他一定要把这个香港的问题、人权、民主问题拉上来。但现在是终于通过了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但是要真正把它实施落实还很遥远啊，经济层面。但是你要看他的对立阵营里头，站在前台的是港府，是傀儡，是他的傀儡在前台。真正的对手是中共党国，当然党国也派了很多公安混进去了，但是基本上他就想让香港人消耗，让香港人互相缠下去，然后以他来收拾残局。他并没有真正在前台出面，因为这个生命代价太大，因为他们在算很多账。我也讲这个共产党政权，要如果跟苏联共产党比起来，他狡猾狡猾的，
要是你们看过那个原来张艺谋拍那个老井早期比较好电影，就是这个陕西农民的那种焦急啊，那种焦急，你不当过农民，我当过农民，理解不了。啊，所以他是在背后，在他们，但是这个香港的禁制派这件事是很大的分裂，禁制派里头，所以他们不是铁板一块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原来的啊，讲的中产阶层，包括法官、律师，啊，很多商人，您叫大富大贵的李嘉诚，基本上站到这个抗议民众一边，所以他们在分化。所以这个我说民主阵营模糊，他们那个阵营更加模糊。意外的一支力量就是中国民进的自由主义，包括我们在墨本看到他们在这个喊出那么多很丑恶的口号，这些学生啊，这些留学生们，那国内的那个，但中共是过滤那些信息，但是你要看到国内微信上惨不忍睹，就是他那些关于香港的评论，这是一个意外的一支力量去支持他们，但国际专制阵营当然是个有一些包括一些小兄弟的中国的小兄弟啊、他们其实力量很小的，回复力不济，主要是中共政权。往后走就是现在是新兴阵地。秦少战是决战的一个起点，但是不管如何勇武，你没有力量是说现在靠港人就会把朝廷给翻掉了、就目前这个他必须有定力打19仗三期下来，而这个香港人已经做得非常好，而且他们有长期准备，跟北京跟国内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因为他不需要，而且也学了中国和香港以前的经验教训，不到最后关头不进行决战，包括我们回顾2014年的战中就全部都上去了这一块，然后去占领交通要道，影响整个市民生活，然后人家要抓谁就抽谁就投，就是瓮中捉鳖，一些就可以抓完，并这次是流水革命，不给你发现谁是投的，谁都是投，每个都是投，你抓谁，然后也不尽量避免对香港正常生活的冲击，也降低这个商议的风险，让大众可以商议进来，也就是说哪怕有勇武派，但是它这个合理非开就主流，就是这个可以长期坚持下来，而且是一周一游一周一行，不是每天都来，周末反正不上班，也是大家号召发个信周末上来，你这样才能够持久，就是不会把自己这个力量消耗掉，而且对民众生活不会那么大的冲击，会坚持下来，就是拼这个定力和耐力。你这个是具体都讲到争议很多的，包括你们民运圈里头，就是勇武派跟这个合理陪派之间，这次是早就应该放弃门户之见，香港人在这点上太有智慧了，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你不要来去干预别人，你做好你的，你认为对的你去做，如果对暴力的攻击，我说我有时间下面就会有讨论，我再跟你讲这个暴力，暴力的评价，对他的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在道德层面，在道义层面这个暴力是不是正当的，从古到今不管是西方传统还是中国传统，一直是承认这个革命暴力的正当性，从中国一开始最早文明开端，
贪污革命，这革命这个事，就是当你这个政权完全不讲理，当你这个政权对国民施暴时候，国民或者公民，他是有绝对的正当性反击、自卫，甚至于用暴力手段把你推翻。你特别在自由主义者、民主政权里头，主权在民，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这个公民提供保护，增进公民的尊严和幸福。你一旦破坏了这个一个协约，就是这个我们的社会契约，你背叛了民众的利益，当然要让你走人，当然有这个正当性去进行反抗，甚至把你推翻。第二个生命是属于实用生命，就是在争议的，就是效用暴力。这效用生命可以进行很多讨论，就是暴力你要看到两面情。香港人这个暴力和勇武，他是在2014年，那是这个雨伞革命之中或者之后爆发出来的一股力量，也就是原来的合理非运动，你那么多这个公民不服从，全面都出发了，把这个街道也占了，人家不尿你不理你，你怎么办？也就是现在说王岐山就跟共产党，我们就不改你怎么办？就是我不理睬你，根本不理睬你的诉求，不跟你谈判，也不跟你做任何这个磋商。所以这那时候就提出要升级运动，升级，所以升级就有这个勇武派出来，所以是要迫使对方让步，或者是重视这么个民众力量，以增加你们的，就增加政府的管制成本，也让国际社会介入。所以这个方面它是有很多效果的，包括现在的这个这一次的，比如说这个他们不去把立法会占下来的话，引渡条约就已经通过了。如果他们不上街去把这些福建帮、把这个元朗这个黑社会干回去，那么你这个和平游行根本搞不起来，就他会运动群众斗群众，打一刀人拿长棍拿东西就来，不是搅乱你整个东西，你根本这个和平游行办不下去。所以他们是有效用的，但是如果你看另外一面，就是这个暴力毕竟是手无寸铁的民众，你拿砖头拿这个汽油弹根本不是对手，就是在集团政权或专制政权，他其实好多人是讲他们是故意去做动作把你引往那方向上走，就是把你引到你要使用暴力，我也使用暴力，你证明我使用暴力是合法的，然后把你引出来，然后再去灭掉你。所以是这个暴力自卫本身，暴力抗议本身会让对方提供更好的借口来去增加那个暴力镇压，就是会从效果上讲有一种反面的效果，就是会加大他们暴力施压、暴力镇压的这个烈度，而对整个运动不利，甚至是会制定一些恶法，或者用到原来1922年的那个恶法来去实行，来去这个缩小和平抗争的空间，让这个抗争的这个民众很多人会退出去，空间小，收缩，所以它是两面的。所以说如果你要下个结论，就是暴力抗争它是合法的，是正义的，没问题。可是你要使用它的时候，有两个事情需要考虑的，就是你怎么在哪些条件底下
不得也为之，一定要保持使用暴力的这个道德高地，就是要让民众接受，让国际社会接受，就是我是迫不得已。第二个呢，就是在哪种场合、哪种条件底下，暴力更有效，它是有条件的，所以这个是要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在前线应该怎么操作？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何礼飞从来不去指责这个用牌，因为他们是互补的，而且有些条件啊，他们心里头也是很认同他们，他们付那么大牺牲啊。那你要讲的很长了，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勇敢的一些争取？你这里头最感人的，或者对我感受最深的，而且我认为最好的，就是他们啊、没有完全克服，但基本上克服了在一场革命之后的那种分裂。一场革命，如果你回去反思回来。当时已经设了大台，有这个战中三尺。到后期，其实这个明年朝学生和这个领袖之间，他们不承认他们的领袖地位。其实按照安排，他不会那么早战中的进去，因为后来这个戴耀廷他们就是提早进去，因为学生已经冲到前面了，根本不承认他们是领袖。后来去跟政府谈判之后，他不是让那个戴耀廷他们谈判，就学生出面谈判。把他的那些温和派隔在一边，但这是勇武派也好，他们并不去站那个前台，并没有去绑架整个运动，而这个啊，何礼飞这一派也不去指责他们，就是他们是兄弟，就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不去搞内斗搞内争。香港的政党真正起来是在1990年，自由党、民主党从那时候成立的，是中国八九之后，就形成大规模的香港的以民主为明确目标的运动，也是因为支持北京的学生，所以他这个街头和这个议会，他是同时出来，以香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一直是有这个公民社会，有这个自由权利，有结社，有这个基本框架，就是当英国人为了赎罪或者为了良心的安宁把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想做一个安排，以前是由英国政府来保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权利，那现在又把香港交给一只老虎了，交给共产党政权了，靠什么来保护？所以他的整个中英联合声明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香港民主政府，按照宪政的制度安排，三权分立，有这个行政权、立法权和这个司法权分开，有把香港是以交给一个民主的政府，也是最后一任总督想搞的民主改革，原来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地方，我不是交给这个一个专制政权，而是想交给一个民主政府，而且用这个一国两制，就香港一个独立体系把中国切开，它运作用这种方式来，所以它一开始就有这个民主自由的一定空间，所以它这个街头运动可以跟这个议会连在一块，不管是这个啊，街道的这个市政厅的议会选举，还有这个香港政府的选举，所以它两头并进的。最后，其实香港一直是我们希望是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做一个标本。我在国内跟那个微信圈上，跟我以前的好多自由派的朋友。几乎吵到撕破脸的程度啊！最后，但我如果有时晚上很累回来，如果是这个马志也不能没想到就把它说出去了。最后
从逻辑上不那么完善，我就讲你们这些人，你们这群人，你们中国这个号称自由主义者们，你们没有资格对香港人说三道四，你们在整体上跟香港人不是一个层面的。然后他们跳得很高，你这个种族主义者，你出去几年怎么样。但是如果真正说回来，就香港人他这个在英国统治一百多年，他真的有他的新的一个政治认同，他们这个整个理念，就最根本的一块，特别是在民主这一块，就他这个社会契约这个理论，就是这个国家的功能，就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极端明确的。你这个东西，你说港人是我们是一个族群嘛？但很多人会把这个归因于基督教。我跟那个谁在民进上面讲的基督教，基督教在路德改革，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后，新教是一个基督教是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变化，就是打通了个体跟上帝的关联，把这个权力，把这个道德是非的标准归到个人里头，你可以做判断，你可以直接跟上帝取得联系，直接读圣经，不要通过教会，不要那时候特别是那些腐败的教会。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跟民主自由主义的最核心东西结合在一块的，就这个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这个智力，个人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政府是这些人来组成，政府是手段，个人是目的，给他的这个权利是画得很清楚的，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而且你是一个手段，你是服务于个人这个目的，你是没有权利来去制定违反人权的法律，跟没有权利去侵犯人权。所以这个香港人哪怕是街上的一般民众学生们，这个是一清二楚的。而中国这个所谓自由主义的很多学者们一到这就会一国两制，一国嘛，一国在前面，你这样弄过来，你反这个反民族反国家，你去报仇，你是暴民就得镇压。他一下子全部模糊了，就全部这个，就为什么讲他们这个水准在不是一个层面，就最根本的问题上，连国家跟公民之间的最基本关系，他们没有弄清楚，就是很不幸的一面。从一开始就是香港是1840年代割让出去，接下来就是广东的天地会，接下来就是太平天国，一大堆难民为了安全，为了生计跑到香港。赵以寇日本鬼子进来，后来共产党让中国就中国沦陷于共产帝国，所以他们一波一波的到香港。因为香港这群人原来是想逃离政治，过平安日子，就是借来的土地，借来的时间，过难民生活，所以他是一直是不那么关心政治。所以真正关心政治是因为1980年代把他们归还到谈判开始了，就归还到中国，而且中国看到他要归去的那个中国是那么惨暴的一个政权，就他受中国内陆政治的影响，一波人开始走出来，成立政党，成立政治组织，开始去争取这个民主来保护自由。所以他是一开始他就跟大陆这边连在一块的。但是这里面当时的一个安排，刚才讲过钟英麟和声明，还有这个以钟英麟和声明为底线制定的香港基本法，最初的这个思路就是保住香港
原来的制度必要改变，然后再做一些民主改革，然后去影响大陆，让大陆跟香港学，变成跟香港一样。甚至邓小平 跟李嘉诚那个谈话，大家经常在网络上会看到那个视频，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更加不需要变，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根本不需要变。但是刚才一开始我就讲过，这个整个人类很不幸，好不容易第一次冷战，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了，苏联帝国崩溃了，冒出一个更狡猾更凶恶的共产政权出来，把这个国际的整个局势扭转过来，以中国这个长城是挡住了亨廷顿所讲的民主第三波，当时这个专制政权一个个的倒台，然后民主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到南美，在阿拉伯很多地方都起来，和中国基本上把它挡住了。中国一站稳之后，就是把这个第三波的民主或者第四波民主打断了。基德勒香港就是原来是大陆香港化，其实一直到90年代还在国内，在我的老家海南岛，是我们要在海南再造香港，这个在珠江再造香港，在上海也要再造香港。香港是一个学习的典范，所以往那边方向去走。到了这个世纪，进到这么一个新世纪以后，这个整个势头倒回来了，特别是2008年西方的主要国家的金融危机，你要记住这个概念，2008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头，西方金融危机，这个中国模式开始在国际上走红，就是因为西方衰落了，美国衰落了，未来的世界是中国的世界，中国世纪，中国世界。那这里头要有时间来细讲，就是里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西方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在这个地方，就是当他跟中国做交易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受张伟强的影响，或者是高进的影响，就是这个想做这个服务业，不做制造业，就是这皮包公司，把制造业都挪到中国去做，那些污染的什么东西都拿到中国去做，然后他们就是提供一些设计图案，这个提供银行贷款，然后这个工厂包括在墨尔本的在悉尼的那些制衣厂啊，那个塑料厂啊，玩具厂啊，都往中国搬，后来钢铁厂、汽车厂什么都往那里搬，搬完之后，把中国加入这个世贸，提供很优惠的条件，因为他们要进去挣钱，就是赚这个方便的钱，是服务业，不赚那个血汗，而这个血汗是谁？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中国的民众，在中国那个地方是可以把这个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的，工资，环保。需要跟政府点头，跟我们联手起来，完全可以降到不能最低的程度。连土地，共产党从地主资本家里拿到土地，后来就是无价的，可以招商引资，零地价招进来一起来做，所以给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资本家想夺取高额利润的话，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天堂，变成一个洼地，都奔奔那边去。但是你看这个时间线，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全面敞开，因为中国人穷嘛，没有那么多钱买产品，主要产品出口在外面，
满街的秃头肉瘦，满地。几年功夫，几年功夫，这个光开皮包公司的结果，那就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产业空壳化，没有产业支撑了，很多人结构性的失业，这个国家的税务负担，国家的这个赤字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变成一个结果。那香港当然是首当其冲，就香港的所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行定后赏，所有那些加工业全部都进了珠三角。那接下来就台湾、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全都进来，所以就是到几年功夫天翻地覆。所以现在开始觉悟起来，就是现在是从经贸方面重新回来，要重进制造业。香港大陆化的程度是越来越深，就包括我们这次在看这个警察已经变成很公安化， 连那个动作都一样，有些是当然是内地公安进去，有一些是到中国去培训过来的，这都是跟公安学的，就是国内这个维稳那些动作完全一模一样。那政府部门学校，这个包括原来香港人自己组织的公民社会，都是自己服务性的。但香港2008年之后，冒出成万上千的这样冒出来，这个组织就跟墨尔本和悉尼的唐人街一样，爱国组织真的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就是把他们原来可以由港人控制的公共空间站起来，也把香港原来非常发达的自由媒体、报纸、刊物、出版、书籍，现在几乎全军覆没。我是2017年去跟刘达文在他家里头，两个人谈着在流泪。一刘达文以前是几乎这些所有的所谓反共刊物，他是总发行，他也有也这个，他本身当然也有利润，然后干得也很来劲。那现在如果香港看的刊物，恐怕就剩下他的《新少》一家，其他那些都要不是被灭掉了。像蔡淑梅他们的这个开放时代呀，像原来的这个90年代呀，证明呢都被灭掉。然后这个书亭，你到香港的原来在机场在关口那些卖的那些关于中国政治的讨论那些书都没了，书店要不就必须关掉，要不就是参股把被中国统战的经费把它买掉。所以就是从日常生活，包括中国现在每年有多少指标进来，新移民进来，从日常生活到政府，到这个企业，到这个公民社会，到警察，都大陆化。所以香港人，但以这个送中条例为这个激发点激发出来，香港人已经到了忍不可忍，就再忍下去，香港就是一个跟大陆内陆一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这是为什么理解一些年轻人，我们宁可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者西方话讲就是这个不自由母宁死。所以有一批勇武派出来，那个整个大众那么多人回事来出来支持这个流水革命，目前的这个民运也是这个理由，就是这个已经直接影响到他们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刚才讲这个革命的这个正当性，您已经提到了，暴力革命也好，和平革命也好，祖传在民嘛。政府是从道义上讲，从道理上讲是公民授权的。那么你违反了主人的意志，
那当然要隔着你的聘让你走人，因为你是只是帮主权者代理这个政府权利。一旦我认为你已经背叛我，你已经不没有资格再代理我了，你是代理人了。老板、股东、主人当然要让你走人，所以这个革命这个正当性是不，这个已经这本来就不需要讨论的。而且当然很滑稽，共产党他就是干革命上来，就是不准别人再去革他的命。这是一个为什么狡猾，这个地方非常狡猾的。好，但是这个讲这个香港目前为止，就是那些用这个口号啊，遗产革命啊，现在的这个流水革命都用这个概念，其实是表示跟那个政权势不两立，就表示他的这个政治意向。刚才我讲过，当然他本身没有力量去翻掉北京那个政权啊，哪怕是从目标上讲独立，香港的本土派，那本土派里头是要香港独立，那很多人去判断这个独立没有可行性，不现实。那你怎么理解独立？刚才我讲过这个中英联合这个声明里头，它的最初的那个方案和基本法的方案，就是把香港从中国里面隔离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它自己运作，不跟中国的法律跟乱七八糟东西混在一块，它就一个独立运作的一个实体。真正意义上讲，因为它有神圣一国，这个独立跟自治是同一个概念，就是我自己管自己，港人治港，这个空间你不要进来，照水养整，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进来，这是我的天地。这本来就是独立跟自治，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一个事。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呢？所以我一直跟西藏人，我包括跟达赖喇嘛面对面也在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么善良的人，你整天讲你就要自治，你不要独立，人家一定要把你当成这个分裂主义者。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政权它是一个集权政权，集权政权是要控制一切的，它不允许自治，不管是个人自治、民主自治还是地方区域自治，自治 autonomous 就是你，他管不了你，我的事你不能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你不在我的家，进了我崩死你。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其实它不允许香港独立，它同时也不能允许香港自治。所以这个竞争就是香港在守护它的家园。因为原来英国人想做这个机会，其实香港人如果要真讲有没有香港人在这，其实香港是错过机会，最好机会那就是跟着印度那时候1948-1947年这个中共还没有掌握政权之后，全世界殖民地都在独立，包括这边我们在太平洋很多小岛就那么几个人也独立了，结果那时候香港人没那么爱国，跟着起哄他也就独立了。但香港人极端爱国，爱国爱到什么程度？在1997年之前，英国人强，特别是那些非常亲英国的香港人，想运作一次公投，让香港人独立。他们在背后就港人要独立，我们没办法。可是他们是摸底，摸底的结果是90%左右的港人要回归不独立，那英国人没办法玩。所以这个所以香港人很冤的，就是他们爱国爱到那种程度，一几十年来这个跟别人统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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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什么怎么样，他们就想回那地方。而且那时候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开始，认为中国在香港化，就是在往香港方向发展，就是在留在那个地方才可以发展，
就这个机会错过了。那现在也没关系，错过就是错过了，找到第二个出口。那现在是一个新的出口，新的窗口出来了，要变成这个第二次冷战的新阵地，开始我们用阶级分析，就是中共政权跟国际资产阶级打起来，因为他们利益关系有什么关系，但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就给这个自由民主主义势力有机会。OK， 所以这里头讲到决战湘江，光复中华，不是光复香港，只是毕竟这个有辛亥革命后人在哪？辛亥革命怎么干起来的？不都是各个省独立吗？江苏独立、上海独立、湖北独立、湖南独立、西藏独立，都是独立啊。所以，辛亥革命由新中会也好，光复会或者就用光复，光复的概念从哪里来？辛亥革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光复中国。所以那些人，中共党国政权是从苏联进口起来的一个垃圾，对不对？应该人鬼去，这个把中华人这个真正的中华民主联邦，我们重进我们的家园。所以这个香港不管他想不想做，但很多人在想，它是起的作用，就是它的使命和它的形图，就是先我来讲，它是一个焦灼状态底下的这种缠斗下去，未来的结果是跟我们一起光复中华。哦，我就在这里。